我同上头讲咗噶啦，今次系你最后一次做卧底。 这个组织就是为了打击公海上那些非法武装力量。你准备帮谁？搞我两次啊！我怎么会？有共同敌人的人就是敌人。When some people get to the top, they forget what they come from. 时间跟性命交给别人，谁会感谢你？